倒的怎么办呢？从上面的影像这里哦，影像有个影像旋转，来，影像这里，影像功能表哈，影像旋转，这个要逆时针嘛，对不对？90度，它就转正回来了。好，转正回来之后，哎，嘴角旁边有一颗痘痘了哈，那这一样很小啊，污点修复笔刷就可以了哈。好，一样。笔刷大小不能太大，太大你会弄到这个嘴唇会红红的，等一下这里就一坨红红的，所以小小的点一下就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好，啊，就别一直重复一涂，一直涂一涂，等一下会越来越红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嘴巴就很大。好，那调好之后就是另存新档，好，一样在名称后面加个 OK。好，那这个就会是正的了，它就转正回来了，这张就是正的，然后痘痘就不见了。好，从影像旋转逆时针，好，然后再调这个污点修复笔刷，好，做好把它存起来。那存好它这里 OK 有没有？在档案名，这个档案名称这里叉叉关掉，关这张照片。右上角这是关那个 Photoshop 软体哦，好，是关这个哦，叉叉哦，哈，好，从档案这边哈开启就档，啊，把它找出来。好，一旦你做好在这边有没有两张哈？好，来。